请收看戏曲精华。大家好，我是朱胜利。不久以前我们播出孙玉明女士演出的霍小玉，观众反应得很热烈。今天呢，再把与霍小玉同列为荀派六大悲剧之一的《红楼二游》播给各位观赏。《红楼二游》是荀慧生与陈墨香先生所创编的，与《红楼梦》原著的情节有一些差异。荀慧生先生是在民国21年3月11日首演于北京，前半游三姐，后演游二姐，树立下今日演唱范本。按国剧旦角的分工，前者属花旦，后者呢为青衣。因为荀先生出身于梆子戏班，练就了深厚的功底，唱、念、做、打无所不能。同时为了塑造人物，表现感情，通常融青衣、花旦、闺门旦、包马旦于一炉，甚至大胆地吸收小生、武生等其他行当的表演技巧，有力地展现他荀派戏的独特风格。今天我们看他得意门生的演出，自然可以领会到荀派戏的艺术魅力了。现在就请您欣赏《红楼二游》上集的播出。满腔侠气，心聪明。
父亲见金灯，万事不公，坏不分，日心犯错，难心人。只因事态灵异，人心不古，两岸既成，日心冷面，倒成了另一家属。是我自幼最爱观看，民有言之，天长日久，已学会了不少习文，在顷刻之中出了个小生角色，时常传言，真是看破功名是梦境，何不三胆若天成。奉了老爷命来请传喜人，参见刘相公。罢了，你是哪里来的？来府来的，奉了老爷之命，请相公国府传喜，千民大有之。Thank you.
叹息逍遥啊。贾珍、贾琏、贾蓉，你们爷儿仨怎么咕噜到一块儿来了？你为何叫我犯人的名字啊？我要是不这么提名道姓，各位看官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东西？孙娘娘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也得说说啊！是啊，我叫呆霸王薛蟠，这个呀叫贾珍，娶妻尤氏。你别看他长得这德行，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姨子儿。这个叫贾琏，娶妻王熙凤，是有名的醋坛子。这个叫贾蓉，你别看他岁数不大，一肚子的坏水儿。今天赖相荣家办生日，请票友前去串戏，请我们大家前去看戏。那有二姐儿、有三姐儿也去看戏，就是因为有二姐儿、有三姐儿她去看戏，我们大家才去看戏。那有二姐儿、有三姐儿不去看戏，我们大家也不去看戏。没有这台戏东西，也招不出后来这么悲欢离合的这么一出大戏来。我话是说完了，各位请听下回分解。好啊，好啊。我一个人姓薛，他们仨人姓贾。你要说四位薛爷，他们仨不成了我儿子了吗？取笑了，赖得管！哎，不敢不敢。今儿个是你生日，我们哥们儿都给你拜寿来了。哎呀呀，我的奸臣，这真看老都四位前来拜寿，哎呀，不敢当。还算你明白，不敢当。听说你请票友串戏了？不错，有的有的。什么戏呀？牙关龙，牙关龙，哎，好戏，好戏，什么时候开戏啊？哦，少时就开，哎，一会儿就开，哎，得了，去死吧，花厅待茶，花厅待茶，走，正是，看罢戏中戏，又是一台戏。令人难耐，故此我一个人躲了出来，
我要到花园里玩一玩去。妹妹，慢走。哎，我姐姐，她也来了。二姨妹、三姨妹啊，也都是你一个人了。啊、我当是咱们大伙儿呢。胡说八道你！哎，得了，我呀在哪儿看戏啊？我就坐在这儿得了，这儿演亮。什么时候开戏？哎，我说沏茶。哎，我说拿西瓜。过来，我说过来。啊，这是男女分坐。男女分坐。分坐。好，我还当男女合作呢。坐下。那我坐哪儿去呢？我坐这儿。坐下。这儿有柱子呀。坐下。坐下。看得清楚吗？这儿。让我。哎。大姐这儿来。三姨妹，这小子是做什么的呀？哦，他叫呆霸王薛蟠。他怎么这么讨厌呢？你别理他呀。小姨子说什么呢？哦，他说你讨厌啊，讨厌。嗯，我怎么不觉悟呀？承蒙三姨妹夸奖，初次见面挺多关照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，我说什么时候开戏呀？开戏了，开戏了。
嗓子是嗓子，那个弓劲还挺好。好，他不但戏唱得好、而且好交朋友。怎么着？小柳戏唱得好，还爱交朋友？爱交朋友。巧了，我也好交。咱们呢，得跟他交交朋友。啊？你跟他交朋友啊？那是。那你不是找挨揍吗？你、交朋友哪能揍人呢？不会的。来，咱们找他聊会子去。走，咱们聊会子去。叹气的呀，哎，你哪里晓得我的心事啊？心事啊，嘿，我不猜便罢，若猜你准猜着。好，你就猜上一猜呀。
八成儿刚才看戏的时候您看上我那俩小姨子了吧？哎呀呀，倒被你猜中了啊。今日闲暇无事，我要到你们府上走走啊。哎，我爸爸不在家，您上我那儿干嘛去啊？我与你父乃是手足，他不在家中我就去不得么啊。哎，您哪是跟我爸爸讲什么手足之情啊，分明是看我那俩小姨子吧。哎，不过这话说回来了，去可是去，我二婶可是个有名的醋坛子，要是让他知道了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哎，如今你那二婶哪，他改了脾气了啊。改了脾气了，改了脾气了。好，那咱们这儿就走。好啊。
太地谋呢，你的脾气也特古怪了。哎，我就这样，三妹不要生气，我陪你到那店玩耍。好的，那您去吧。讲话呀，二哥心
公儿前来提亲告辞了。相公陪夫家人等待你呀。我与那有儿热切结下同心。妈妈娘，你好糊涂啊！
雪，这花轿都到了。哎，阿姨，您赶紧打扮打扮去吧。岁数了，伦儿啊，你这小子，你过来你。哎，什么事儿？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没怎么一回事啊。今儿个说亲，今儿个就带着花轿来抬亲，你们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在这事儿拖不得呀，夜长梦多呀。你们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诡计吧？没什么诡计啊。那干嘛这么着急呀？不是我急，是他急呀。我不愿意。嘿，又不是跟您，您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？哎，我说你们别闲着，催着催着。哎呦，这
长安围城关上，带我进去。参见甄大爷。罢了，你家二爷呢？到西部议事去了。二奶奶呢？在里头梳妆了，我给您通禀上去。自家亲戚不用回禀。是是是，下去。嘿，有的，二弟不在家，那我二姨妹开会新家正事。二弟吃了门前去回校。燕儿，看家珍这厮鬼鬼祟祟，你好我有廉耻哦。好好好，还要饮个双杯。
来双杯哦，请。官人，娘子回避了。正是，若寡君有旨意，不在随风流。啊，三妹，大公要饮酒啊！怎么着？你们俩要喝酒？啊、要喝酒啊！我也要吃酒啊！妈呀，你要喝酒，您一个人上那边小屋里自个儿喝去。这里的事情，老太太您不明白。好。怎么着？你们要喝酒啊？要喝酒啊！是不是叫我陪酒啊？不是的，我们陪三杯饮酒。大哥还要与你饮过双杯呢。双杯，不错，双杯呀。我也明白了，想我们姊妹三人嫁给你们贾家两个，怎么着？分明是把我们姊妹都当成了粉头了，是不是？不是的。哼，喝酒，我最欢喜喝酒了。可是这么着，我得上座。你来上座，上座。你们俩给我斟酒。我们斟酒啊。喝呀，喝呀，喝呀，喝呀。够了，酒已够了。姑奶奶，我还没喝够。
够呢，给我斟上。大姑，斟酒啊，斟酒吧。站在一边，看着你姑奶奶，我一个人喝。Thank you.
只在一次，怎能不讲话呢？是啊，既然只在一次，最好不与你姐夫张家话。是啊，姐姐，我是个女孩子家，难道说还能在你们家待一辈子吗？三妹，听你之意，莫非你想寻个太郎了结终身吗？哦，原来你想嫁人呐！好，就嫁与我兄弟包玉吧。什么？我们女人要嫁人，非得嫁给你们贾家呀？什么？宝玉的、金玉的、又多玉的、玉的，还怪不错的。啊，三妹，莫非你有了意中人吗？是哪个？快一位解释呀！两位戏中主角三姐和二姐是一双性格完全不同的俩姐妹，那么在表演上如何突出这两个角色的对比呢？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孙玉明老师的说法。那《红楼二游》呢，由三姐有她烈性的一面，所以她为了证明她自己是清白的，她都能拔剑自刎，是吧？那么这个我想就是按照一般荀老师的那种很坦诚的、憨直的、可爱的演法，后面呢就是荀派青衣演法。那么那个后面那个尤二姐呢，在念白里头用了很多话剧的手段，她就不是那个，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最后那段念白要念出哭音、气音、破音，还有用话剧的间歇，一个大的气口都是有意识安排的。那荀老师念白方面是很讲究的，包括那些比方京白，就这嗯啊啊的，老认为好像是忘词了，不是，都是有意识安排。你比方说，徐冠娘娘，我看的是前茶上，就增加这个语气感，小孩味儿，所以他京白里有啊，那么韵白里呢，就是强调话剧，就很生活，很生活。它不是强调旋律和声音的美，因为它比方说尤二姐已经达到了最后，苦苦垂死挣扎的这阶段，那么她应该怎么念呢？
那段是这样的：恐慌贼贼，大娘啊，我与你往日无仇，今日无恨，方才我儿一死，分明是你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儿一死，也就罢了，你为何苦苦要害我的性命？大娘，你常跪下，你饶了我吧！往前爬行，这样就很感动人。他就不是那个，什么大娘啊，我与你往日无仇，今日无恨，方才我儿一死，分明是你。我儿一死也就罢了，你为何苦苦要害我的性命？大娘，你饶了我！一般很可能这样演，这样演就感染力就低，没有人物了，低，不像这个人物，也不像一个人垂死挣扎。能听到那霍小玉那个，你骗谅我多次了，他依然负心是不会回来的，他当真的来了，怎么，当真的来了，在哪里呀？就这个赖音，这种音都不是，都不是说演员嗓子哑了。出来这种破音不是，就要这病号的味儿，在那里呀、啊？他怎么不进来呀、啊？就要这赖不唧的这个味儿，就很像那病号。你把那杯水递给我吧，就跟这个味儿似的，哎，就得有这种味道，还有一股子嗲味儿，就病号的嗲味儿。要把它演出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像这种小地方都是有意识的安排，下意识的表现，好像感觉是。无意中流露出来，实际都是有意识的，想好了的，一定要这样处理。那么在尤三姐跟尤二姐当中，您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发挥？尤三姐好发挥，尤二姐有的是，甚至我都感觉我也有一个企图想改一改她的那个想法，比方说她的儿子死了，是不是可以增加一段唱啊？但到现在我没有动手做件事，我怕我改的太多了，我在老鹰没一出戏你不改的，没有原装的，所以我想，《红楼二友》我就不改了。就原装就这么多，他就有一点觉得，尤三姐重，尤二姐相对轻了一点，所以也有人演呢，就前面演尤三姐，后面演王熙凤。可是我又觉得尤三姐跟王熙凤就有接近，有泼辣的一面，有接近的地方，不容易对比，所以我呢尽量的把它演沉稳了，把那段慢板唱好了。如果观众看完了觉得这个尤二姐还不够满足，那么我们设法将来就在她的儿子死了以后啊。再抒发一段唱，我想这样两个角色分量就差不多。孙老师，那尤三姐是比较接近小孩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那就比较会有你这些这一手都要哎，对呀 啊。那像尤二姐呢？尤二姐呢又比较成熟一点。成熟一点。那就少一点了。有没有？有这样的职也有，就少一点，而且节奏就慢一点，没那么轻易的。没有那个等一下的，没有这种。这样子。好富，没这种。对。各位观众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《红楼二游》上集我们就播到此为止了。下周继续播出中集，请您不要忘了下周四2:30准时收看戏剧精华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会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朱胜利。今天戏曲精华继续上周给您播出《红楼二游》的终极。首先我要答复一位年轻朋友打电话提出来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荀派六大悲剧是哪几出戏？据大陆出版的资料查证，荀慧生一生当中包括梆子戏在内演出有300多出戏，流传到今天最脍炙人口而屡演不衰的有6个六大，那就是6大喜剧、6大悲剧、6大舞剧、6大传统剧、6大移植剧、6大蝶扑剧，总共36出戏。为其代表之拿手杰作，其中的6大悲剧是柴头凤、杜十娘、鱼藻宫、红楼二游、霍小玉、晴雯等6出。从荀先生这6个六大来看，的确不愧是一代宗师，文武昆乱不挡的表演艺术大家。与其他流派比较来说，那是能戏范围最广泛的一家了。等会儿呢再谈下个问题，现在请各位观众先来观赏《红楼二游》终极的演出实况。找酒馆喝酒去。哦，你们要饮酒？哎，我也要饮酒啊！咱连二哥也要喝酒，那可是这么着，我请客，你花钱，取笑了。得了，玩笑，咱们走着。哎，徐老头，啊，好酒三家醉，开坛十里香。哎。三位喝酒吗？还有雅座？有，好，先请。哎，二位先进，来来来，请请请。这玩意又是什么？好酒好菜，多多的往上端。就来。哎，拿瓶金门大曲来啊！好的，好的。好酒好菜来喽！哎，金门大曲也来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三位慢用啊！好好好，去你的，用什么再叫你啊？是。哎呀，我说贤弟，哎，李二哥，来来来，我呀是遇上酒没够，一喝就醉。嘿嘿，得了，少饮些吧。哎，这个管不住自个儿，我呀还有个名儿，叫一杯倒。得了，我说李二哥，一路劳烦，您喝啊。哎，怎么着？不喝？要喝酒吗？啊，那是我先替你喝了。哎，哈哈，嘿，真不错。哎，这个金门大曲挺好的。来来，兄弟，你喝，你不喝，那得你不喝，那哥我替你喝。哎，我这杯了，不过瘾，干脆来一长流水吧。贤弟，你这里来，二哥唤我何事？请问贤弟可曾定亲呐？小弟尚未婚配。哦，尚未婚配。好，愚兄我与你做个媒。啊，但不知是何家之女，乃有家之女，人称有三姐。三姐，莫非是那里官居的有三姐？是他。
换言道，非亲帝绝不嫁人。哎呀，有这本事，既然如此，又是二哥为媒，小弟应允且无事。怎么应允了？应允了。好，拿来什么聘礼呀？小弟出门为大爷别我也罢，这里有半截一口名曰鸳鸯剑，二哥拿去一座聘礼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，告辞了。向着贾琏来得忙走得慌，可也说的是呢，这个时候他哪能陪着咱们哥们儿喝酒啊，赶紧回家还得见他那小姨子儿去呢。什么小姨子？哎，这你都不知道啊？哎，他背着他媳妇王熙凤偷去了尤二姐儿。我说这小姨子儿就是尤二姐儿他妹妹呀。大不知大尤二姐有几个妹子？就是一个妹妹，那尤三姐儿呢？哎，干什么这么唉声叹气的呀？这兄弟还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？我知道什么呀？是太你罪恶之事啊！连二哥为媒，将尤三姐许配小弟了。啊？怎么着？连二哥为媒，把尤三姐许配兄弟你了？嘿嘿。恭喜贺喜，绿帽子归你。哎，干！俺乃堂堂男子，怎能受这样的欺凌？待我前去索回聘礼，打退此事便得了。两句话没准惹出祸来了，我呀瞧瞧热闹去吧。小宝，银子放这儿上了。这话虽有意，流水恐无情。自从那日对记账说明心事以后，每日常斋念佛，静候柳郎佳音。只是我姐姐这几日身体不爽，我不免去到菩萨面前祷告祷告，一来保佑着我姐姐病体早点痊愈，二来保佑着我的婚姻早点成就。菩萨在上，念弃子无
就相连感见着了，将三妹的心事对他言明，他依然应允，岂不是一喜呀？我不信。你不信呐、我这里有他的鸳鸯宝剑全作品例呀、我与你保存了吧，啊，我与你保存了吧。儿啊，快快备酒，与你儿媳正同饮。哎呀，慢来慢来，他的酒啊，我是再也不敢饮了啊。请我伯母来了，二哥请过来。可是小弟伯母依然与我定下亲事，小弟特地退亲来了啊！此乃我家连的媒人，焉能反婚呀？家因是二哥的媒人，小弟才来退亲。难道说我这荣命而富还点容易不成？提起荣命而富，我倒钦佩。钦佩什么？门前大队十二个，只有他还敢拿
各位观众，现在在答复观众朋友有关四大名旦的产生，那是在民国16年北京顺天时报主办的全国旦角评选，梅兰芳以太真外传，陈印秋以红佛传，尚小云以摩登前女，荀慧生以丹青引获选前四名，从此确立他们流派的地位。不过现在还有从梅派发展出来的张派也是非常受到推崇的。一般的看法是，梅派雍容华丽，陈派沉郁凝重，尚派则是刚健奔放，荀派呢是柔媚俏丽。声腔方面，记得在年初六的时候播出《红娘》时，孙玉明老师曾有过简易的介绍，今天不妨再播一次，请您指教。特有的唱腔，我觉得每一个流派他都要通过他的剧本、表演形式、服装自成系统，而且四大流派呢，他都已经有很大的社会影响，有一个徒弟群，是吧？如果不是小小的影响，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不会形成一个流派的。当然我呢，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吧，就是承上启下，责任很重。因为我在荀老师身边待了5年，那5年当中呢，我又学了，又看老师当场演。虽然那时候老师已经很老了，已经有60多岁了，而且很胖，但是他的表演方法非常非常的能够跟观众融为一体。我甚至感觉他在10分钟之内跟观众建立感情，哎，马上你就忘了他是胖的了，也忘了就被他的表演艺术所吸引。那么里头是有规律的，是有窍门的。那么各个流派都有他各自的窍门和那个规律，那么就让他的徒弟去分别去总结。那么我总结荀派的规律，我在各大学我都讲过这些道理啊。我觉得啊，比方说他那个光彩是怎么造成的，那就是眼睛发亮，他首先敢睁开眼睛，而不是乌突的。有很多演员在台上是看茫茫一片大海，就这儿，他自个儿的散光，他一散光呢，那个无形中观众，因为观众有一种心理感应，就在剧场当场感应，用不了10分钟就你那，为什么说演员是疯子，观众是傻子呢？他是接受你的引导的，所以你要在你自个儿这样散光，那塌气。往下垂，观众一会儿看戏本来是很高兴啊，我看名演员戏，我坐这很提神的，往上由于你散光，那观众能这样来就看缩下去了。但是由于我认为是个普通的演员，没怎么太重视，由于你表演的好，他能全是这样的心理的感应，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所以呢，荀老师就很有手段。你比方说拿一个最普通的那个形体来说，一般的人过去就讲什么垂肩、含胸、目不斜视、足不出户、嘴笑不露齿，那就这很老，就是青衣，我都觉得很像老旦了，只是差哆嗦了，就很垂下。那我觉得这种含蓄说文静是不够可爱的。那荀先生现在就是挺胸，他这就不是含胸了，挺胸吸肚梗脖侧身，他就很可爱，他就充分展现女性的韵律美和她身材的美。那当然你是身材最好好看一点了，要太胖了你们越展现越不好看了，是吧？那么我的身材呢也不是特别理想了，如果很苗条更漂亮的女的来演荀派，那就更可爱。那么从形体上这样，那么从她表演上，除了眼睛冒光以外，她那个眼睛啊敢于和观众交流，而交流呢又不是冲某一个观众，那就变成就有人过去污蔑荀派刚跟观众吊膀子，根本没有这样。荀先生就看一个点儿，冲着那个点儿有一种叫吸眼往回吸，看家起，就是那个他们为了想结合废寝忘餐，他就把这个眼神这样，那观众就跟着他走，哎，这叫吸眼。还有就是视像具体，他看某个点是非常非常具体的，就好像讲故事一样，跟观众讲我记录爹爹惊悚，你非得非常具体，那么观众就跟着你走，就好像对着他说，哎，对着好像跟对方有个对象似的，叫视像，就是视点的视，对象的像，具体而不是抽象，不是泛泛，不是看茫茫一片大，不是这样。那好多人演戏这样演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
他就本身就缺少凝聚力。那么这样的手段，我觉得像评弹，像曲艺，他早就用了，只是我们就是戏曲演员有的时候意识不到这一点。那么我想荀派可能早就意识到这一点，因此它是很有魅力的，而且是跟上时代的艺术。那么更别说是唱腔的旋律呢，荀派很嗲了，唱腔弯弯很多，技巧性很强，那么需要学一出一出的戏来把它表现出来。那么有一次我在也是好像电视第十二演播室，我讲过很简单，我说你要想欣赏各个流派不同，你别的都记不住，你得学一整出一整出的戏才能记住。那么最好你记它的尾音，那么每一派嘛叫自然搭了，是吧？王秀怪我姐姐品尝模样啊，这种是吧？这是很多的，梅派很多，这样叫自然搭了，也很非常美。还有一种程派，就是尾音上提，就春秋冬提外，也是往上提，对吧？音势上提，气势上提，那么记住它的这个一个尾音。那么上派呢？尾音干滞，就是往外扔。张先生里头就有上派的特色。一见作字一醉呀，道未必狂徒。这种扔出去的干脆的这种感觉是上派的一个特点。那么还有就是荀派就叫尾音腔化。归歌多一个弯儿，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春色两人自消遣。春色两人自消遣，这就梅派自然搭了。春色两人自消遣，程派了。春色两人自消遣，上派。春色两人自消遣，荀派。好像是吧，这就比较好记，就记得住。然后根据这一点，你再引申，再听它的不同，有多种多样，非常具体。那么你要通过一出一出的戏来理解，每出戏跟每出戏处理也都不一样，而且每个流派它有固定的旋律，基本上慢板就这几个腔来回倒腾。程派也有这样，它有固定的腔，但是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了，它就来回的在这出戏用一下，那出戏稍加改变，还是它的腔。这么样的这样我们就了解多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一个很好的观赏者是一个非常细心的，而且是文化层次很高，懂得古典诗词的，而且以耳朵的鉴别力很强的。过去喜欢国剧是一种身份的表现，没有不是身份高，文化很低，我一共认得五个字，你欣赏不了国剧，是吧？你必须是文化层次比较高，懂一点古典诗词，那么而且呢，懂韵律学。那么你欣赏起来就好像我觉得就能看出好坏，就是能够台上台下打成一面，相得益彰，就是台上台下的水平一定要一样，上一个同一个档次了。所以呢热爱国剧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。经过孙老师精彩的说明，今后您也一定会成为能够辨别声腔的行家了。好了，请您继续观赏《红楼梦游》终极的播出。满园春光好，花开百草香。我平儿乃是荣国府李妹妹屋里的丫头，
去了，我跟他要，他总是跟我支支吾吾的。我命平儿追问二爷从人来晚，也不知怎么样了。平儿，二奶奶，九龙玉佩的下落怎么样了？听奶妈说，常跟二爷去花枝下。花枝下又是什么人的住处呢？传来吧。是。什么事儿？二奶奶叫你呢。参见二奶奶。罢了，曼儿啊。啊。听说这两天你常跟二爷到花枝下去，那是什么人的住处啊？哦，一个朋友家。他姓什么？他没信儿，人们没信儿。我说，哦，他姓贾。怎么咱们姓贾，他也姓贾呢？啊，许，咱们姓贾就不许别人姓贾吗？但不知是怎么个朋友。哦，他是个女朋友。哼，我也看出来了，要是不给你点厉害瞧瞧，你是不说实话的。平儿，抽他！二爷在外头偷娶了尤二姐，在花枝下安了个外家，这都是荣大少的主意，没我的事儿，没我的事儿，没你的事了，才荣的少客。啊，是是是，有请荣大少。昨儿叫什么事啊？二奶奶找您呢。二奶奶找我什么事啊？花枝下的事儿办了啊。话全是你说的吗？你没我什么事儿，没我什么事儿，没我什么事儿。得，别叫他小心点，我自个儿也得小心点啊。哎呦，你瞧，生气了不是，气得跟癞蛤蟆似的。二婶在上，小侄有礼了。二奶奶，荣大少来了。好小子。不错呀。办得好事啊。我办什么事儿叫二婶您生气了？像事儿我全都知道了，回头禀告太老爷，就说你已有二姨在外徒刑。小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这我哪担待得起啊，我的二婶儿。我说实话。哎，是这么回事啊？不是那么回事。哎，我不说您不知道，我这一说您不说。奶奶不废话呀。哎，快说。是这么回事，我二叔他常说呀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这才用了您的九龙玉佩，偷娶了我二爷儿为妻，就在花枝巷安的家，永不进您国府，做个两头为大。哎，这事儿啊，都是我二叔他一个人办的，与小侄我无干呐。您说我引诱，这引诱二字，我哪担待得起呀，我的二婶儿。说的都是实话吗？我没敢说瞎话。哎呦，怪不得呢，我跟他要九龙玉佩，他总是跟我含含糊糊的，感情是
您再说，我这儿听得见。过来呀！您再说行了。过来。哎，既然娶的是你阿姨，好极了。啊，不是亲上加亲呐、啊？可不是又进了一层了吗？但不知他们俩的感情怎么样呢、啊？哦，您问他们俩的感情啊？嘿，甭提够多么好了，足足有800多。前两天我二爷病呢，我二叔给请了个大夫，号了号脉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没病。那是什么？他有了喜了。怎么着？他有了喜了吗？这头胎还许是个胖小子呢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我跟二爷都半辈子了，成天见盼儿子，躺上个大小子，我跟二爷不就都有靠了吗？哎呦，您早这么想，不就不生气了吗？不生气了。您不生气了，没我什么事了。没你事了，去吧去吧。跟您道歉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今儿个汤会没吃醋啊！哎呀。老爹爹几千里高兴，在他容貌丑里人烦了心。将他的侍女小童赐予我为妾了，怎奈那伯丫头长得十分丑陋，半当不孕，怎奈父命难违。怎么着，太老爷把秋童赏给二爷做妾了吗？真是。现在哪儿呢？现在门外等候。叫秋童。是。啊，不要管他。秋童快来。啊。水萝卜似的了。你是太老爷赏给二爷做妾的吗？啊，我就是他爸爸。怎么说话呢？赏给他的。今儿个就是好日子，我就给你们俩圆房，你瞧怎么样？哟，爸爸就好了。我们这先生二奶奶，先生二奶奶了。哟，二爷，咱们走啊。哪里去？到我房里安歇去。啊，我不去呀、啊。得了，二爷、二奶奶发话了，不去了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不要这样拉拉扯扯，我不去了，我的小宝贝儿，走吧。哎呀，糟了，走。哎呀，妙啊！我正在无计可施，这秋桐来的报应凑巧，我不免去吧。
个借刀杀人之罪。平儿有吃两亏吗？Thank you.
劲儿啊！
解于他，这都是我的一片好心呐、啊。谁知二姨把我当作吃醋碾酸之人，就拿娶你来说吧，他都瞒着我，真叫我有怨无处诉。大娘为人如此狂妄，乃替之幸也。哎，话还不是这么说吗？妹妹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大娘有何吩咐？妹妹，想你一个人在外头住着，也不像我们大家的风范。我有意把妹妹你接进府去，了无推辞的了吧？是故。本当进的府去伺候大娘，怎奈我？你怎么了？我身怀有孕，待等分娩之后再进府去伺候大娘。怎么着，你有喜了吗？来，让我瞧瞧，我瞧瞧。哎呦，兴许呀，还是个大胖小子呢。有了喜了，就更应当搬进去了。不不不，凡事等到分娩之后吧。你要是不搬进去，那我可要搬出来了。吃过。什么这个那个的？平儿，出来伺候。是，妹妹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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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了啊？是大娘命我来的。你就不该来。你娶她瞒着我，可我偏知道了，是我把她接进府来的，省得人家背地里头说我吃醋碾酸的。那愿你宽宏大量，永远如此。总是这个样你就放心吧。妹妹，这间屋子就是专门给你预备的，你就好歇着吧，不陪你了啊。是大娘。平安，有，咱们走。是银子。哎，二奶奶，您回来，您上哪去？我呀，啊。让了。什么？这么好的缺眼儿您都换让了？让了。您让啊？我不让，我不让。那就瞧你的了。哎，二奶奶，您瞧我露两手，我呀，我跟他们跑了。我阿儿娘，大娘待你如何啊？为人道义宽宏。好，今天晚上我就在你这房中安歇了。不，你还是到大娘房中去吧。我就在这里安歇了啊。刚刚啊。二爷，说什么？咱们走。哪里去？到我房里干歇去呀。我不去啊。哎，一让你到我房里，你就这么处处摊摊的，你那小心眼里打算怎么着你？我怕呀。要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咬你。我哎，二爷呀。还是到大娘房中去了啊。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，还有商量的。哎，呸，你死不了的小盖道的，你个嘎辈的，你当我拿猪头找不出庙门来？我呀，我找寻找寻他。有事滚。姐姐啊，别在胡乱亲戚，谁是你姐姐？谁是你姐姐？哟，这么多挖亮的花的，谁给你买的呀？是二爷引我买的。这么好的钻花，二爷给你买的？哟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这个？哟，这么好的衣裳，谁给你买的呀？也是二爷引我买的。您瞧，哎，二爷怎么什么都给你买，他不给我买呀？我哪里晓得？不晓得，给我摘花脱衣裳。哦，你不要心急，少时取至房中，与你择花脱衣。少时不等，现在就脱，脱！你脱不脱你？你不要吝啬。与你脱了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叫你脱你就得脱，你敢不脱吗你？快拿去呀、啊、给我穿上。哎，留神拐棒，慢着点儿。
说你秤砣，废什么话呀？衣裳都脱了还废话，真是德行。早点死！您瞧瞧他穿上的衣裳，多德行，什么样的是？您瞧我穿上，比他更美丽了吧？啊！时段所限，下周给您播出下集，也就是孙玉明女士改演尤二姐的戏。收看戏曲精华。观众大家好，今天给各位播出《红楼二游》下集以及《玉堂春》上集起借一折。孙玉敏在《红楼二游》下集改演尤二姐，被王熙凤骗进府中恶毒的加以害死。凡是看过《红楼梦》的观众都了解这段情节。我们都知道，三姐刚烈，为表清白以身殉情，二姐柔弱，竟也为情被害，这样的结局岂不是让天下人真的不知情为何物吗？爱情悲剧之所以赚人热泪，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盲点上。孙玉明女士前后扮演这两位迥然不一样性格的苦命姐妹，做了深刻的诠释。现在就请各位来欣赏她的演出好秋桐那个丫头，您算吃醋，
你要想个法儿劝架于他才是啊。他是太老爷赏的，见我有什么法子呢？往后再说吧。劝架，劝架吧。启禀二爷，二奶奶，现在奶奶就要临盆了。哦，此乃大喜之事，快唤文婆前来。是，回来。二爷，我虽然没养过个儿子，可我添个闺女，她呀还早着呢，待会儿我亲自给她收伤不是更好吗？好，你我一同前往。我穿着还孤得很呢，反正不是我的。脱下来，搭把走，脱了。哎呀，脱了我好穿。哎，秋桐。哎，二奶奶。二爷这话可说得对。嗯，对。都是一样的人，你可不能欺负他。哟，咱们娘们谁敢欺负他呀？你虽然是太老爷赏的，可你哪比得了他？啊，他是二爷的新尖子。怎么着？他是二爷的新尖子，我还是二爷的废头的。你可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啊。哎呦，我说二奶奶，您怎么拿我比鸡蛋呢？我告诉你，今个让你伺候他的月子，你是伺候也得伺候，不伺候也得伺候。哎，就这么办了，伺候。二爷他还早着呢，您先料理公事是吧？好，我稍时再来。
去。好好的伺候着，我待会儿再来。二奶奶，您先歇着去，这儿交给我了，没错。平儿，有，咱们走。是。来了，快来。二奶奶，什么事儿？待会儿我跟二姨在这屋子里说话的时候，你想着来报个信儿。我说什么呀？你就说他的情夫账。是是是是是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也该歇会儿去了。气愤的着急了，我还打他呢。你不敢？嗨，你瞧我敢不敢？拦着他都不欠，打他。
好说，还真连生了。抱孩子去。哎，好嘞。哟，还是个大胖小子呢。洗孩子去。哎，回来。那怎么着？是什么水呀？是温乎水呀。要是激着孩子，你担待起吗？哟，那是什么水呀？是开水。啊，开水？那下得去手吗？那个？你不会往上浇吗？啊，往上浇，那一浇不就浇死了？我让你浇，你就给我浇。哎，您让我浇，我就浇，反正浇死了没我什么事。洗舒坦了，快快放浴缸哎！哎，对了，您看看吧。
识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二奶奶，药来了。是那份吗？没错，是那份。妹妹，这有碗安神的药酒，金戒指一个，做药引子，你把它喝下去，必就会好的。Thank you.